说，去哪儿？事不是我干的，我哪知道去哪儿？你定。事是你揽的，你定。那就我定。侄子令牌，你可以全院行走，按法问话，不得让任何人知道你在找什么。你能猜不到这是个什么东西？你躲不掉。闭嘴。许你一个时辰，各保各密，别浪费自己时辰。时限到，是若办不妥。明白。若办妥了呢？一斩。凡是局中的人，都想法给自己留条活路，敢不敢拖一拖？我可以在这个府里有所欲为，你觉得有机会吗？给自己留了条后路。谁活？我给。咱们现在是一条船上，下车。咱俩顶多算并排行船。如果我说，整件事还没结束呢。